是敏敏跟妈妈故事的开头，因为妈妈一直是敏敏的经纪人兼妈妈。废话，因为其实郎姐她之前是我的表演老师，我们再一次碰面就要演两个不是很合的母女。刚有一段私心是，心情让我成为一个演员。你是我表演老师吗？让我成为一个演员。那个时候就我就跟你讲，我说你是一个喜剧节奏的人，这是很难得的。美女会演喜剧很少。妈妈就是从小到大照顾她，让她成为一个生活白痴吗？应该是这样讲，因为反正一切由妈妈来安排。妹妹啊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生气不生气啊，妈来想办法好不好？其实郎姐其实基本上她不是那种很掌控欲的人，她就是一个很轻松，然后也很乐观、很开心，然后永远有说不完的笑话的一个妈妈。知道以后，那不管怎样，就先把我推走，推走，对对对对对。老公，你要小心哦。不会，我不会挣推，没有，你挣推都没关系，就是前面。你说可不可以让我耳光听听？就像打耳光，你说尽量打，我不可以，所以你要很小，我会做出很轻松。懂，做知道。我觉得在那一刻对敏敏来说，她基本上就是天崩地裂，因为我觉得妈妈是她的一切，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带着她，妈妈过度的保护，以至于很多现实层面的状况她从来都没有自己去面对过。可是在那一刻开始，敏敏从此以后就是孤儿了。哭得有点决裂，然后你很害怕，你很恐惧，救护车又叫不来，就是很无助。在那个当下，你只有未知的未来。那从那一刻开始，明明也开始成长了。OK， 可以，你先出来，我们先走过来。